的吗？你试试看。真的厉害。哦，很厉害！它的好吃程度已经是不是去形容说哦，这个肉到底是什么部位，什么是那样？是它的那个第一口融化的味道，就是一个阿嬷的味道，真的。好，你不是也太多了。营养师，营养师啊，他在我们学校已经30几年了，那连毕业的校友都很怀念他煮的菜。是，对，啊，我们现在学校用的午餐啊，小朋友的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。对呀，妈你好。听说你在这边服务很久了哦，三十几年。听说这35年的味道是几乎所有在爱门国小长大的，不管老师啊、朋友啊、校长们啊，这种念念不忘的味道。有的已经结婚了，还想跑回来吃。哦，真的哦，曾姨对不对？结婚了还是特别想念这种自己小时候的味道。我们先来盛饭好了。你们喜欢吃曾阿嬷做饭吗？有啊。哎，你最喜欢吃曾阿姨做的什么菜？皮蛋瘦肉粥。皮蛋瘦肉粥，你呢？牛肉面。面疙瘩，哇塞，阿嬷好厉害。咖喱饭。哦，阿嬷你真的很厉害耶！随便讲，你看就全班同学都一人一道菜色，都想吃。好，我们要坐下来吃吃看。阿嬷。我们刚刚看到，刚刚我们去打饭看到了，这个是客家小炒，对，然后炒高丽菜，然后再加上白饭。那为什么同我们桌上还有这么多菜色啊？因为你是特别好温加菜啊？对，因为那些菜是我自己种的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些蔬菜都是阿嬷自己种的。对对对，自己你在哪里种啊？我种在学校旁边。哦，真的。等一下就会带你们去采。那你这样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你要帮那么多小朋友？因为我喜欢种东西啊。哦，自己啦，兴趣啦，哦，都是种，分给别人分享。OK。好，那我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打开，这感觉是一个真的东西。肉包。爸爸，这该不会是阿妈自己做的吧？对，吃到我的馒头，就被家人都不喜欢。我做的是像那个山东馒头一样，对，比较扎实。他做的是山东馒头的那种概念，所以我们在吃这个包子皮的时候啊，其实吃起来是比较有嚼劲，而可以吃到那一个面粉的那个香气，而且里面这个就是肉包，其实最主要的里面的这块肉馅，就重要哎，有香菇对不对？香菇，然后豆豉，好足啊！你这内底，你这内底吼，我看到这八包在内底皮夹起来是足重口味的啦。所以变成说你在吃这个面团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说吃下去都只有吃到面粉的味道，那个肉味都怪怪的，这个香气十足哎。我觉得刚开始我以为是那种像那种 seven 那种，就整坨在一起了，然后现在打开的时候，其实好像有点跟平常我们吃到的肉包那个感觉不太一样，然后味道比较香一点。对，超好吃的，真的。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？冰花。因为我种菜不加农药，这个我在日本我超贵的，很贵的哦，好贵。冰花的特色啦，你看有没有觉得它长得好像外面敷了一层冰？冰花。你哭了吗？你试试看。真的假的？试试看。Oh my god！ 我觉得哦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，哦，很厉害。我啊，个人就是一个阿嬷养大的小孩，所以刚刚那一口空肉吃下去的时候，它的好吃程度已经是不是去形容说哦，这个肉到底是什么部位，什么是那样？是它的那个第一口融化的味道，就是一个阿嬷的味道，真的。好，你。不是也太多了，我今天这个东西要慢慢品。